好冻啊！好冻啊！咁一阵调位咯，好嘛？调啊！调一调。但系有冇啲参赛者令到你好冻？好感动咯！哇，感动啊！好动感啊！呢件事系感动，感动。我觉得系年轻嘅参赛者嗰个勇气同埋。那個勇氣是感動的，是啊，也有人會覺得咦會不會不同齡會有一個不公平的比較啊，但我就覺得呢，我自己覺得每一個比賽都有不同的賽制，是一個急速成長的一個經驗，是同意。簡單講，你還要不是跟同齡的人一起去比賽，你會吸收到一些哥哥姐姐的經驗，還有跟他交勁的時候你沒什麼包袱，我覺得冇咁大壓力啊！我覺得有時比分係好大壓力噶，直情冇包袱添啦。係啊，所以係想講咩就可以講咩，即係唔使負責嗰下好正啊嘛！即係又可以講，哇搭把嘴，哎又唔使負責喎，呢個感覺係幾好啊！就係有唔同嘅樂迷會喜歡唔同類型嘅表演，有啲可能真係。佢唔理你唱得好唔好啦，但佢覺得嗰份嘢感動到佢，佢就覺得嗰個係一個很好嘅 performance 咁樣咯。